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这里是然安，这是风梯共和节的第二期哈。话不多说，开始推文。一千秋强推，美貌温润君子，道长瘦神强，病娇变态神经病魔道公亚无师。作者梦溪石，首发晋江如微，全文63万字，清水 HE 完结。简介可暂停观看。江湖武侠背景古风文，大年龄差年上设定，中年美貌瘦配中老年变态攻，这可能就是黄昏恋吧。武侠设定的年龄不用在意哈，两人都年纪老脸不老哈。攻瘦性格是两个极端，瘦信奉人性本善，攻坚信人性本恶，正是这样性格的碰撞激发了攻的疯批变态属性。攻在捡到重伤的瘦后便开始了一次次人性测试，试图让坚守着仁义道德的瘦改变自己的信念，甚至在瘦已经将攻当作朋友时，利用瘦的信任将瘦送给了另一个变态。瘦差一点被折辱，最后选择了同归于尽，没想到却意外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了。后面就是喜闻乐见的老变态攻的漫漫追妻路了。攻前期绝对是个人渣，不过那时攻还没对瘦动心，渣也勉强情有可原，毕竟是变态疯批嘛。攻对瘦动心后就开始痴汉病娇了，反差还是蛮萌的。瘦虽然是圣母瘦，但绝不是白莲花，她是那种真正胸怀天下、慈悲济世的大仁大义型圣母。然而原本是不太吃得下圣母这个属性的，无论攻瘦，但这篇文再次证实了那句话，只要文笔好，雷点不见了。而且瘦的圣母属性遇到变态疯批攻，也是给攻的心动增加了合理性，毕竟正常人也很难包容一开始的疯狗攻了。二，飞蛾不下强推，阳光深情偏执痴汉瘦陆风，冷酷霸道偏执变态攻是明欧。作者回南雀，首发长配入微，全文29万字，有车 HE 完结，简介可暂停观看。雷的伪渣攻剑兽真双向暗恋，视角为兽第一人称。重申一下简介哈，攻兽真的都不是正常人，某种意义上讲攻兽都是病态疯批。攻兽是养兄弟，兽是亲生子，攻是养子。兽从小便锲而不舍地追逐着攻，他对攻的执念已经到了疯魔的地步，甚至不惜为攻坐了10年牢。但攻从不曾回应兽的感情，冷酷绝情地对待一腔真心的兽。这原本是个恋爱脑痴汉剑兽的漫漫舔狗路，直到攻的秘密被发现。前面的文章属性算剧透哈，我猜一定有人在回看，回看的姐妹扣个一哈。这篇是鸟类与植物专家回南雀大大的文哈，大家懂得，狗血酸爽的一批，强推给爱好狗血文的姐妹们。不过重中度受控攻控的深入哈，本文恰好处在一个会得罪攻受控双方的神奇位置，以及千万不要带入三观看文，变态疯批合集里推的所有文都不要带入现实三观哈。三，小笨蛋强推，可爱单纯善良智商缺陷瘦忍小果，音质心狠手辣变态疯批攻罗日。作者刘满坡，首发晋江入微，全文29万字，清水 HE 完结，简介可暂停观看。现代之温馨向救赎文，真神经病和真傻子，前期酸，中期酸甜，后期甜到胰岛素警告。攻是现实意义的疯批攻，是真的有精神疾病依然可以开证明的那种。攻是真的很惨了，除了钱他一无所有。好像有点凡尔赛，但事实确实是这样，不过他也不在乎，攻从没有在意的事物，他薄情厌世，他冷漠地对待世间的一切，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在意，直到他遇见了瘦。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。前期看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被作者大大骗了，这哪是什么温馨文啊，开篇走向怎么有点暗黑强制爱啊，但请一定要看下去，这绝对是个甜宠文。四，丑皇中推，武功高强开朗良善太监瘦张平，阴日狠毒腹黑霸道，对外残酷冷漠，对瘦温柔耍赖，丑皇攻黄浦杰。作者一人北，晋江可看，但所文较多，全23万字，有车 HE 完结，简介可暂停观看。这篇在太监瘦合集视频里推过哈，直录。五，圈养中推，天真阳光剑气炸毛兽无志，黑化病娇偏执变态攻叶清明。作者推，首发晋江，全文免费，部分章节被锁，全文6万字，有车，应该算 BE 吧，已完结，简介可暂停观看。现代末世背景，古早暗黑风小短片，涉及强制爱。这篇是腿大听了道比同人广播剧的 BE 结局后，被虐到产生怨念，打算发泄报社写下的文，不过不是同人文哈，只是主角名字借鉴了平邪。攻兽是同学，末世来临，两人相依为命，一起逃亡。不过这只是兽认为的，在身为 boss 的变态攻的视角里，是他暗恋的白月光终于被自己圈养了。后面就不剧透了，但是记住千万不要带入现实三观。本文人物扭曲的很带感，剧情发展的很刺激。还需要注意一点，本文是 BE 倾向文哈，说 BE 不准确 ，BE 了但没完全 BE。如果不是末世背景，主角都是普通人的话，这篇绝对是甜了半辈子、寿终正寝的 HE。六，河马的门中推，冷静大佬失忆科学家兽叶林，
美貌强大深情封闭宫克洛诺斯，作者木更木更，首发长配，全文免费，全文20万字，有车 HE 完结，简介可暂停观看。未来末世背景，非传统无限流软科幻文，有诗意梗。这篇不剧透，只说一个非常戳然安的点，就是宫是因为受了失踪才失控变疯癖的，以及这是篇我是我自己替身的文，好像这已经算剧透了哈。本文世界观设定和故事线都蛮新颖的，人设也是真的香，封皮美人宫我可以。七劝耀玫瑰中推，长发拳击手非典型美貌小妈兽周野，封皮偏执忠犬年下宫含义，作者迎秋，首发废文和微博，全文17万字，废文的车速你们懂的 ，HE 完结，简介可暂停观看。年下养成双向救赎强强文，第一人称主公加小妈文学，不得不说封皮配小妈是真的绝，就是兽的名字着实有点出戏，以及兽是小麦肤色强兽，雷者深入哈。虽然是小妈文学，但实际兽只当了公父亲一张的情人，后面公兽就相依为命了。公是真的封皮，兽是付出型人设，两人放在一起真的就是天作之合，彼此救赎。以上就是本期推文啦，求点赞，求关注，爱你们哟。